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立军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以叛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剥夺政治权利1年，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1年。 各界群众，包括被告人的3名亲属参加了旁听。宣判后，王立军表示不上诉。